mod mod 是求余数了哈，余数如果为一的话，那就是什么加底色，那怎么知道是余？因为是11列，21列有没有？也就是说呢，这些11除以10的话，那余多少？余1嘛，哈，所以 mod 就是求余数，那也就是说如果余1的话，那我底色通通都加1，那当然你这个公式可以自行修改，假设你将来要不一样的。 这个数字哈、编号你要给它换别的颜色，但也 OK， 好，方法大同小异 ，OK，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主要讲的哈，所以程式部分如果各位还有一点点不太熟悉的同学啊，可以稍微再回头看哦，那好像几位同学好像上个礼拜没来上课的哈，那就请申请那个这个哦部落格上面，然后申请登录之后哈，里面的话就会有完整的上个礼拜的影片。 啊，因为我已经登录我的账号，因为我是管理者嘛，所以进来的话是这个，好，那你们回去的话，它应该是这边有一个第一次上课，第二次上课，每次上课的话就会有个连接。那点进来的话，哈，第一个这边有个教学影音完整在这里，就这个连接，你把它点击之后，哦，就可以看到，看到里面的连里面的，那你可以怎么去看这个影片呢？ 那你家里只要有网络了哈，最好是光纤的哈，不过比较你可以全部播放，它会从头到尾播，或者你可以挑你不熟的。我刚刚讲的其实上礼拜讲的在这里啊，啊，所以你就回去哈，你如果不熟的，如果完全都没听过，你就全从头播放啊。如果你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你有某部分不熟，你就去挑你自己不熟的部分再来播嘛，反正你一个 repeat 100次哦。我上次有一个比较年纪比较资深的学员哦。 看起来已经满头白发，六七十岁了，然后我就蛮关心他到底学不学得会啊。我就说你到底学，他说他回去都有在听。我说那你听几遍？他说他听24遍。哦，我说哇，后来他其实真的蛮厉害的。我上次有跟同学讲过说，他有一次就换了一台新车啊，哦换了一台新车，然后就问他说，哎你这个哦换新车不错。 他说对，他说要感谢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用 Excel VBA 算股市的那些资料分析结果，然后就因为这样就算了一台新车回来。哦，我想说哇这么好，哦我没走哦，因为我对股市不熟了哈，所以我蛮想说哎那你可不可以我们可以合作看看哈，会不会 OK 哈？那每个领域所需要的。 状况都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要让大家提高效率，其实就是所谓的办公室自动化，很多地方基本上哈就是这样来的。OK， 那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哈先大概简单复习一下，那待会的话哈。